动洗手机，只要加入水和清洁剂，打开开关，把手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其实是给宠物用的。如何把五毛的土豆变成15块钱？只需要准备熟塔机和中等大小的土豆，把土豆固定在钢筋上，放入机器摇就行了。咱试试糊塔能不能做出来。嚯，这不小时候玩的玩具吗？叫什么来着？放到锅里炸熟。又省了30块啊。包鸡蛋神器，就是这个，把鸡蛋放上去，一压就行。我这怎么生的呀？重新来啊！情侣吸管，一招秒变飞人神器。哇，一杯果奶，牛奶加茶，茶，牛奶咖啡，奶咖，牛奶加醋。一杯酸奶。今儿买一玩具，但是这是什么玩具啊？是魔方吗？这么多面，到底怎么拼呀？是人能玩得了的吗？经过我的观察，只要这样，这样。再这样，太简单了。大哥大哥，这帮我做个倒放。可口乐，据说有人从里边开出100块现金来。今儿个咱也看里边有什么。这啥呀？我的天，2块吸铁石，还印着别人家的广告。又是吸铁石，这也太坑了吧！再来。哇，真有100块啊！哇，再来再来。啊，我身份证怎么在里边？这还有什么呀？哎，这啥呀？今儿个买到了遥控鲨鱼，重启之后居然有这么大。看来只能在室外玩了。能飞天的鲨鱼，有点意思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哎，兄弟，飞有点快啊！哪儿去啊？回来！哎，回来呀！Let's go！其实这是一个玩具跳跳猪，只要拍打它就可以唱歌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而且它还可以。为什么学我讲话？呛了呛贼一呛呛。蓝脸的大耳朵大羽毛，红脸的关公战场上。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，叫喳喳。吵死了！今天来挖果实，挖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小心翼翼，以免造成损伤。
费了半天劲，就挖出块煤来。这还像回事儿？放水里接着挖。这些都是什么石头啊？有宝石吗？今天买了个芭比娃娃。嗯，什么呀？这背上长了个什么东西？衣服里藏的是什么呢？心动啊！为什么衣服下面会有一个洞啊？这也太让人害怕了吧！原来是个转笔刀啊！只要把铅笔放进去。为什么是在这个位置放笔？完全是反人类设计吧！削完的铅笔盖怎么扔？做完的饮料瓶不要扔，只要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划开，再把气球装进去，打气膨胀之后就会变成。刚才只是个小失误，再做一个绿色的。开罐器，据说有了它就可以轻松开盖。先拿个罐头试试。哇，玩很轻松的打开了。再试试这个小不点儿。哇哦 ，amazing！ 可以吗？你下面？我们能硬玩黑游戏，手柄就成。我是一只小蝌蚪，从小就没见过妈妈的我，今天要去找妈妈了。找呀找呀找妈妈，找到一个精神小伙。找错了，重新来。嘿嘿，这回我兄弟多，冲呀！奥利给！哎，有点快点，慢点说嘛，慢点，别冲啊，别冲啊！太难了，你们要来试试吗？抹虾坦克，点击左下角链接就能玩了。能散热的吃鸡神器，只要按下开关把手机装上就可以了，高效散热，四指操作。小哥哥小哥哥，把老爸的信给我们。嘿嘿嘿，人家那小拳拳捶你胸口。包装膜清洗器，据说什么玩意儿都能洗干净，这回就省事多了。哈哈哈，赶紧洗洗我祖传的大金链子吧，好久不戴都落灰了。这样口红，键盘，这丰富的颜色，精确的手感，拿来送女友的话，一定可以跪得很舒服。如果没有女友的话，也可以拿来自己用，配上粉嫩的椅子和光鲜亮丽的服装。哥哥上手吧，别用脚玩了。不用擀面的做面条方法，放入鸡蛋，加水搅拌均匀，在塑料袋上剪一个洞，然后这。不知道这个面条机玩具行不行啊？压彩泥是完全没有问题，还可以更换模具，压出不同的造型，换成真的面团试试。哇，成功了！看来不需要再买面条机了呢。今天我买了一个，这个，但是为什么小黄在里面啊？放心吧，小黄，这就救你出来。哦，游戏游戏。哦，这回稳了。怎么还给薅起来了？哇！ 3D 打印笔放入材料就可以打印出立体的模型，比如这个可达鸭。哇！只要拿这个做模型，就可以再打印出一个嘴。据说这是门乐器啊，但是怎么看都不。距离比赛只剩三个小时了，到时候如果拿出这个乐器的话，一定会震惊全场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升职加薪，当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。哎，真行啊，这个挺好玩，再来一发。下雪喽，来吧，